还要问这样的家，您敢住吗？有民众住在云林古坑乡旗顶靶场附近，最近呢部队打靶，榴弹都飞到了附近的果园，甚至子弹还贯穿了水塔。民众在果园一共捡到了58颗的弹头，而附近1公里处的民宅，民众说呢，最近晚上频繁的听见打靶声，他们村庄60年来饱受榴弹的波及和威胁，很担心安危。应该是求钱的禁忌啊！云林古坑果园里居然出现58个弹头，民众收集起来，只是附近军方靶场飞过来的。不止地面上，果园的大水塔也出现密密麻麻的弹孔，甚至还有子弹卡在水塔上。拜更怕会爆的，啊，拜二几工的，拜三、拜四，啊，拜五怕透早。果园距离靶场大约300公尺，其实远一点1公里处那一带大约有60户民宅，也是榴弹的警戒区。最近一入夜，居民特别胆战心惊。过去有人家的铁门栏杆、铁皮屋还有纱窗都出现弹痕或弹孔，居民饱受榴弹威胁，子弹不长眼又可能随时会飞过来。说实在，大家心里真的都怕怕的。我们在一个月内做出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。军方说会派教官加强打靶时的监督，也会听取居民意见，开会讨论改善方法，找一个兼顾部队训练还有维护附近居民安全的对策。华视新闻网站吴建宏、林品欣云林报道。